站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就是向四周环绕，你基本上见不到任何建筑物，都是一片沙漠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就是唯一有的就是这条这个路，这个快速路是有，这是经历了这五年，体育场我们干完了，您可以看周边这些附属的设施也都基本上完成了吧算。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原来这个地方的气候是这样的，大家带的衣服也并不太适合这个地方的气候，当大家在当地买了一些就是速干衣，但是速干衣它可能就是你运动完了出个汗它一会儿干了，但是它不能长时间速干呀，就是导致了后期大家哎过了几个月以后大家说衣服上糟了，大家当笑话听，但是的确太不容易了。听说这个消息以后，哎呀，大家都很激动，很激动。然后大家就是通过朋友啊去找，看看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样一张钱币。当真正拿到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建筑物的时候，大家感觉，哎呀，干了五年，就是至少我们能留下。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没法拿走，我们至少拿到一个正式的东西，我们可以留下来。以后对我们的孩子们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有一个范本。